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唐墨，来看一下舞女克罗托时装的诱惑。首先是展示动作这边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可以看到在周边的蓝色花瓣特效比之前要多了许多，并且在衣领位置呢有一些蓝色的粒子发光效果，但是在服饰方面的话跟之前是一样的，不像国际服那么开放，这点还是蛮遗憾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归宿大厅内的一个效果展示，这边可以明显看到就是蓝色花瓣变得特别的多，并且衣领位置还有一些发光特效。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录屏的原因，可以发现官方录屏比我录屏要更加的精细。然后看一下游戏内的效果，本身这款时装的建模还是十分不错的，之前的话就是在特效方面有点遗憾，现在把特效补上了，感觉还是十分不错的，不知道有多少个小伙伴们是吃到这种评分的呢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